真的太开心，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两个人婚礼。这种欧式风格的餐厅里，更显得我尊贵的气息。谢谢大家，很感谢。喂，醒醒醒醒，不要再演了。我现在带来这家是一家非常棒的餐厅，没有要结婚啦。哦，还是你已经已婚了？不要问，没啊。这家餐厅啊，很特别的是啊，它是位于新北市啊第一家西餐厅哦。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啊，它的器具非常讲究。哦，就是这个楼梯吗？哎，不是，这个楼梯要慢慢走，走不好会崩的。对，这也是其中一点。哎，不是啊，重点是器具，煮东西的器具。有什么样？烤牛肉的部分呢，他们特别进口了烤牛肉的烤炉，没有错、哦。然后像是猪脚的话，也有进口特别猪脚专用的万用烤炉，而且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哦。这么专业？没有错。真的还假的？我跟你讲，光说不练是假把戏，眼见为凭才是真的。你带我去看看。走啊！走走走走走。整个餐厅的核心厨房，现在欢迎我们的魏特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厨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欢迎魏特助，魏特助你好。谢谢，你看长得一表人才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厨房这么热，他一滴汗也都没有了。因为刚进来嘛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哎，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听说这个风气不得了了。是啊是啊，这是从美国引进的。那像这个牛肉啊。我们1997年就先进了，是说全台湾的时候做两代。嗯，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啊，来再更新了以后，在同一个型号再把它 update 了。那像牛肉部分，这台烤炉，嗯，牛排啊、哦欸，那个牛排也太大块了吧、哦，平常没有看到这么大的、欸。哇，牛排的部分，像它是因为上面有一整层的，嗯，耐热陶瓷砖，是哦，它有红外线用高温。啊，红外线高温在里面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机器真的不简单哎。哇，你真的没看过哎。国外特别进口的。哎、欸，那除了这个，是不是还有？还有还有。那、啊、另外一台就是我们的蒸烤箱。哦，蒸烤箱啊，对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那这就是我们的蒸烤箱。哦、蒸烤箱的部分的话，它主要的特殊在于就是利用干蒸汽原理把食物熟成。那像。它一次同时间可以烤很多种不同的食材，是不会串味。是，那像现在我们在烤的这个是猪脚，猪脚最后一个步骤用烤的，让它油脂整个都逼掉。哦，那这样出来的猪脚就会香而不腻，是脆又好吃。哎、欸，这么好的器材，那东西一定好吃啦，对不对？好想吃哦！欸、那我们可以尝尝看吗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他人怎么会这么好啊？长得又帅，结婚了吗？哦，那不多聊了，我们赶快去看。你干嘛？赶快去吃吃看。兄弟们，这两个贪吃鬼，菜还没上桌就迫不及待要流口水啦。不过在吃这么可口的主餐前，当然还是要先品尝一下精致的前菜喽。哎、欸，那我就先吃这个了、哦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吃那个水蜜桃鲜虾。这是。哦，太好吃了！哇，它一放进去就是满满那个水蜜桃的感觉，充满了你的整个口腔啊！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鲜香，你说上面那个是什么酱？五味酱，五味酱，有点酸酸甜甜的。哦，你的嘴巴里面就有不同层次的一种滋味。哇塞！光是前菜就让我们主持人吃到笑容满面了，不过汤的部分更是不得了哦，眼前这酥皮海鲜浓汤，香浓的奶油可是让它成为镇店之宝哦，还有松露法式洋葱汤，洋葱吃进嘴里可说是入口即化呢。我说光是这些料理就这么吸引人，那主餐呢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澳洲和牛。澳洲和牛，哎、欸。我的脸哈、哦，已经算大的了，哎，这个比我的脸，哇！你的意思说我的脸比较大是吧？点头，有点风格型好吗？我们是在介绍这个12盎司的这个牛排，好不好？澳洲和牛，立马帮忙。接下来，啊，这个德国猪脚，哎，不要说脸了，这块猪脚就有我们那个严凯的整颗头那么大，真的是跟我的头一样大。啊哇！哎、欸，这个是这个 extra 的分量是有加价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正常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来的。
哇，哎、欸，不夸张，客人看到这个东西送上来，吓到的居多，对不对？是是。这个就是刚刚那个那个烤箱，烤箱烤出来的。哇。在澳洲和牛的部分，它是用日本和牛种，那搭配澳洲的安格斯牛种下去繁殖而来的。安格斯牛，对，所以它的油脂分布的很均匀，是那肉也很鲜。哇！哇！粉嫩粉嫩，戏很多，真的演多戏了。哦，好嫩，而且咬下去整个惊喜，不知道为什么哎。完全不干不柴，而且就吃到它那个您讲的针对，吃那个原味，好甜哇！这个比小甜甜还甜，那是很甜吗？但不重要，赞！哇，您这个德国猪脚，试试我的德国猪脚。不过身为贵妇，需要有人来帮我服务，所以。你敢看麦啊？哇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女生一定超爱的哦！我要来开动了。天哪，欸，虽然它大卸八块了以后，这个看起来每一块还是很大一块，因为本来就很大啦。哇！哎呦，我想说这么大一口，你把它来干了。嗯。哎，怎么样？欸，很嫩，一下就咬下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我刚刚都没有失力的咬它，对，一口就化掉了。哦，你们猪脚好好吃哦！而且我满满的吃到它，整个里面都是胶原蛋白，哦，对女生非常好。那有的猪脚会干干的，然后外面皮很硬，咬不断，它完全一咬就断，完全不用再咬第二口。而且大家刚刚想说，欸，在那个烤箱里面烤了一下子，对不对？嗯，它应该会干干硬硬。嗯，会这样吗？完全没有干干的，咬下去整个非常 juicy， 猪脚那个汁啊都加在嘴里了。哇，欸，这个是真的是进口的那个烤炉哎，老板花这条钱真的没有冤枉，真的真的。吃完了美食的主餐，当然还是要品尝一下主厨每天亲手制作的甜点，画下这天完美的句点啦。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这独特的音响室，里头可是收藏的珍贵的古董哦。让店内的客人都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之下品尝顶级的好料理呢。